你是谁？我是金牌吕林老师教你画画。我毕业于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美术硕士，加拿大国际水墨创作比赛枫叶奖得主。这个是老师我画我自己，好强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先看一下圆形。圆形是眼球，好，然后呢，注意看这里，我打虚线，这里有一个刮号，在这里，好，这个就是眼球的画法，因为眼皮会盖到一点点眼球，所以你画的时候其实只要画刮号就好，它上下虚线的地方会被你的双眼皮盖到。OK， 为什么找你学画画呢？因为老鹰教的小孩才会飞。第一名的老师教出第一名的学生，这是我的奖状墙，是我指导学生参加县市、全国、世界杯美术比赛前三名奖状。你看你妈妈的脸比较长，像鸡蛋一样，对不对？是长的，那是椭圆形哦。好，我们人的脸几乎都是椭圆形，只是有的椭圆形比较长，有的比较短。好，你去看鸡蛋哦，有的鸡蛋也会比较短，有的鸡蛋会比较长。好，OK， 就一样的道理哦，哈，椭圆形。那今天的椭圆形鸡蛋尖尖的那个在下面，下巴就是比较尖。好，那我们的头顶比较圆啊，所以今天椭圆形你要倒过来的话，尖尖的在下面哦，因为这是下巴。OK， 尖尖这边是下巴，要在下面。好，椭圆形。和你学画有什么好处？你将学到武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、观察力、思考力、专注力，一辈子受用。爱因斯坦说，想象力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。还有三宝：自信、快乐和幸福。金钱无法衡量，是无价之宝。So, come on,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Enjoy the painting.Become the one you like. Get it later on.未来还有许多有趣的画画课会教给你哦。我们下次见。